Claire，今天呢，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最新的声卡，它叫做 K5，它很灵巧，非常的就是袖珍，它是很袖珍型的。那我可以比较一下，这个是森然波霸电音版本，两个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它有多精致，有多迷你。那它的功能呢，非常的好。然后它有五种音场，有元音、专业、流行、民谣跟喊麦。然后它有五种电音，五种电音。然后它还有五种变音，有和声音、娃娃音，男变女。女变男，还有怪兽音，然后。好，我们回来原来。那它还有12种过场音效，这是一般我觉得声卡没有这么多。它有十二种过场音效，长按跟短按会有不一样的效果。譬如说笑声，我们不一样。我醉了啦啦的爱你。所以它有12种过场音效，就是一般这么小型的那个声卡是没有这样子的效果的。我觉得这个很棒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这有很好的效果。然后另外它有5种回音，然后这就是我今天介绍的 K5。那我今天要唱一首歌，然后在这边我也选了一个很适合我的麦克风。那我今天试了6种麦克风，老板让我试了6种麦克风。那我个人觉得，就像老板说过的一样，每一个人的声线不一样，所以不见得最贵的麦克风就是最适合你的。你一定要来这边尝试过，要试过你才会知道。那我今天选了这一款，我觉得很适合我自己，然后我也很喜欢它的声音，它是 UP993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，就是。很漂亮的一只麦克风，那我今天要试试看它的声音。放弃自由，喜欢两个人，帮助的两个人，互不相让，还是相爱，分享一生。不爱热闹，喜欢两个人，就我们两个人。动不安，世界里。